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Zhenya。各位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妈妈。你说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 Leo, 这是玉飞。Leo, Hello, 走了走了走了。我们今天去干什么去？吃饭。吃什么？吃月份不一大盘鸡啊，大盘鸡，大盘鸡。我们今天去吃大盘鸡啊。Zhenya已经想这个大盘鸡想了好久了，想了多长时间了？想了好长时间了啊，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在这待了多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吧？一个月了，快。一个月。一个月了啊，妈妈回去还有工作没有完成，所以说过两天就要走了。所以我跟Zhenya今天就决定啊，领着妈妈去尝尝这个咱们中国新疆的这个大盘鸡，啊，肯定在国外做的没有中国的正宗啊，但是也是味道相似啊，大概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啊，让妈妈先尝一尝啊！妈妈没有吃过，啊，然后你吃过？我不吃。你吃过？颜色不同是吧？他忘了、啊。然后今天大家看到人家这个裤子，哎，妈你的裤子！大家看到人家这个裤子啊，今天给我震惊了，是我的审美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接受不了这个大红裤子啊，人家新买的裤子。Zhenya，是我的审美有问题，还是我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已经落后了？年末呢，我这呀。对，年末呢。嗯的。这样的期待。对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看着这么不顺眼呢，这个大红裤子。大盘鸡，你一会儿中餐，咱们吃一个碟子啊。你一会儿一来东西，你别光顾着自己吃，你给妈妈夹点儿啊。OK， 没问题。人家一来东西就哗哗哗自己吃，妈妈那不好意思吃，你得给妈夹点儿，听不听着 ？OK，OK，OK。一、二、三、四。点完了。Все, пока, все. А мне можно оставить? 点完了。口水，口水，一直，口水。人家在教妈妈怎么用筷子，学会了吗？妈妈，人家你再教教。大盘鸡来了，人家。哎呀，又自己吃上了。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别光顾着自己吃，你给妈妈夹点儿。啊 ，OK。辣吗？辣。辣。
妈妈，妈妈默默的从筷子换成叉子了。妈妈，萨玛结婚去个明年 ，view 个。那你就木去吃。这个有面啊，这个面可以倒到这里面一起吃的。嗯嗯。对对对。这下面有面，扒一下下面有面，对。对，这个要不辣的话就不好吃了。Ну, это если не острое, это будет как наша русская такая, типа картошка с курицей, тушеная. Да, может, даже будет похоже на... Хочу, ма? Хочу. Ты маме加点呗. Что? 对, мама 不会使筷子, 叉子夹不了. 嗯. Давай.Очень острый, да, мама? Мама觉得有点辣啊，但是任娘。Нормально? Да. Нормально? 嗯。可以吃是吧？可以。嗯。湖南。湖南。嗯，妈妈非常喜欢，比昨天那个越南米粉要强多了，是不是？对，是。对，妈妈对中餐的评价要高于这个越南餐。行，挺好。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这么一大盘呢。我来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我说你别自己一个人吃，我说你给妈妈夹点，这又开始一个人狼吞虎咽上了。哎呀，愁死了。辣，能给他俩辣的。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正宗啊，稍稍有点辣，但是在俄罗斯这个地方能吃到大盘鸡已经非常不错了。咋？非常辣，非常辣，但是在俄罗斯能吃到这种中餐已经很不错了，我很满足。其实妈妈这次来到这个圣彼得堡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改变了妈妈对中餐的认识啊。原来妈妈那个小城市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中餐，但是现在呢，这次来到圣彼得堡，我们吃过了很多中餐啊，完全改变了妈妈对中餐的认知啊。妈妈已经开始渐渐的接受中餐了，原来是基本上不接受的啊，然后现在也是渐渐的跟我们一起尝试着使筷子啊，虽然不是特别流利啊，不是特别使得特别好，但是现在也是渐渐尝试了，对吧？对。可别走。他们两个在这研究这个为什么这么辣啊？其实俄罗斯人吃不太喜欢吃辣的啊。嗯。对，妈妈说刚才说是这个嘴里像着火了一样。对。啊，巴扎尔的，但是热娘还是一直在吃啊，一边喝着。雪碧，一边喝着雪碧一边吃啊，停不下来是吧？你 morning stop， 辣也吃，对，对对对。啊，这一盘基本上都是热娘吃的啊，我跟妈妈都没怎么动。不，你要。嗯，好好好。吃饱了，吃饱了是吧？哪个好吃？这个妈妈我看比较喜欢吃这个豆腐皮儿，对，豆皮儿。然后妈妈还在练怎么使筷子呢，这得慢慢练啊，一次两次练不好，得掐死他一次，否则，对吧？像热娘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家基本上不用叉子，那是多么尼克多尼斯波的 view 个。嗯，基本上都是筷子了啊，但是妈妈不太习惯啊，妈妈这真是不会用啊。对，嗯。
吃饱了？我吃饱了。都吃饱了，怎么样？好吃吧？嗯。然后剩那些可以打包是吧？嗯，打包。我们拒绝浪费啊，吃不了的打包带回去。那我真的是。人家说晚饭还能吃。就是晚饭如果下点面条多兑点水的话就不这么辣了。啊。然后你也打口子的。嗯。嗯，打打打。一共花了多少钱？看一下。2150卢布。贵吗？贵。还好啊。其实对于中餐来说，2100卢布大概合人民币大概是200块钱不到。嗯，还好，这个价格，对，这个价格对于中餐来说还好。嗯。其实很好啊，价格也不贵，然后我们在这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在海外吃到这个正宗的中餐啊，嗯，很感谢啊。对，怎么样？爆赞。爆赞。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们菜已经打好包了，在这里。嗯，这小袋子也不错。我。对。看，妈妈和热尼亚在看什么？在看《西游记》。这边电视有《西游记》啊。他们两个已经完全被《西游记》所吸引了。嗯、行了行了，任娘，嗯，今天吃饱了吗？吃饱了。哎，开心吗？嗯，没事，欢迎收看。那好，那好，我们今天视频先聊到这儿，谢谢你们看我视频，拜拜。拜拜，妈妈。嘿嘿嘿。